你打到蚊子呀、啊？哦，那个小小的、啊、蚂蚁。蚂蚁，那吃这个是芒果耶。那你要不要吃蚂蚁？嗯，给鱼吃就好了。不要。这几项都好啊。我没有电，这个没有看到芒果啊。这个芒果很香哎。这个芒果很好吃。好像这个芒果好像有那个偷熟的那个。还要更胖啊。那是什么？凤梨。Pineapple。那个是 pineapple 饼，还有那个苹果啊，哎，点不出来呀，巧，然后有一颗甜，有一颗不甜哟，有两颗哦，三颗，这个比较小颗。那你那里要几颗？半颗。十颗哦。这个是一颗。有吗？有。是凤梨。小时候喜欢吃凤梨吗？那我现在不喜欢了。还有葡萄。葡萄我也不喜，其实我葡萄还不喜欢，你到明天才喜欢。葡萄很酸吗？不会啊。什么水果才酸？凤梨。还有呢？